的撩女仔，关你咩事呀、啊？你讲嘢喎，仲快退手，衰仔走快啲啊！快啲出翻嚟啊！快啲出嚟啊！衰仔，叫我捉到你啊！黐低河边低。王啊，阿家姐你别等我。大姐，早晨。早晨，大生。唔该你，你摘玫瑰花我啊。多谢。啊，送俾你嘅。多谢。大生啊，唔好意思啊，要你每日都揾架司机车嘅车嚟都买花俾我，多谢晒。小意思啫。啊，哎呀，够晒钟啦，我约咗你嘉诚拍高尔夫球啊。哦，我听日再嚟睇你啊。好啊，多谢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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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拜。啊！小弟弟啊，唔该你合作啲得唔得啊？你再唔笑我就打你，笑！唔紧要啦，小生乖，定系笑一次咁多好冇？系啦，望住呢边，望住呢边啊！笑下啦！好啦好啦，喂，喺嗰边坐。好，亲密啲，唔得张，系啦，系就呢个张，小姐包，都唔俾我捉到你，你点会喺呢度噶？啊，新郎系我爸爸，咩话？新郎系你爸爸？但是新娘不是我妈妈。哦，这样就好了，不要紧啦，我是新娘的妈妈。你怎么了？我现在是你新外婆。新外婆，你原谅我啦，好不好？我跟你握手啊。哎呀妈，来了啦。啊、哎呀，呢、這个孙仔好睇字啊！握下手你先啦、啊。我系个曳嘅细路哥，我以后要学乖。我是个曳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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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细路哥，你几多次啊？学乖65次。我以后要学乖。我是个曳的细路哥，我以后要学乖。我是个曳的细路哥，一人一半啊？点可以分离噶？我以后要学乖，我系个人。你面一百次就翻入自己房瞓觉。好啦，个细路仔唔使咁恶噶嘛。我以后要学乖。你睇下，你新妈妈几锡你啊！我以后要学乖，我系个曳嘅细路哥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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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ank you.
爸锡身妈妈唔锡小生，我要离家出走，以后都唔想再见到爸爸。亲爱的青蛙，再见啦。早晨，哎呀，一早起身又鱼翅又燕窝，搞到喉咙都钳晒咁真系。你就唔该翻我啦，做咩？妈姐，我好想知道你点样噶，可唔可以俾我摸下？唔得，唔得，唔得。系，对唔住啊。唔紧要，你
真系好靓仔啊！我都系啦。靓伯，靓伯，同我签个名啊，好唔好啊？你认错人啦！哇，你生得好似哦！你知生染发噶？而家冇咁似啦，我头先似佢多啲。啊，对唔住，我赶时间啦，拜拜。拜拜。你这么自大，你这么自大。告诉你啊，天下无不散之筵席，由现在开始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独木桥， OK OK 啊，嗱嗱，你唔好喊啊，唔好再喊啊，我都不会收留你啊，知道吗？走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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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天有海有地啊！啊，只可以被忘情水。小雨打在我的心上。喂。中唔中意我温达？公公，公公，
够钟啦，上堂啊！嗱嗱嗱，妈，唔好再迟阵啦！啊，上堂上堂啊，快啲快啲快啲！哇，系、哎、啊，救命啊！搵边位啊？我系五年级 G 班新嚟嘅班主任，你公事包都系新嘅，系你哋校长统金礼聘我嚟嘅捉鬼敢死队 Ghostbuster。唉，买棺材知啲。大家准备作战，我中意。好过瘾啊！唔系咩？你哋好嘢，想同我玩嘢啊？我奉陪到底，好爽啊！几准喎！落堂耶！嚟睇住，慢慢啦！哈利路亚。出声又出现啊！哇，鸡髀真系香啦！一啖我落去，成口都系油。真系冇用啊！我俾我都冇份去攞饭食噶。Yeah!
开枪！系啊，嗱，好快就开枪啦！如果唔系，我就打你攞命啦！食鸡髀先！开枪啊！开枪啊！快啲开枪啊！仲唔开枪？开枪啊！快啲开枪啊！我真系想啊，点解要俾鸡髀你食啊？你想扮嘢？晏昼呃完饭，而家想呃糖品，我唔会收留你嘅，走啦！喂，有冇搞错啊？今日咁大雨，你一住感冒，一住肺炎啊，到时肺炎冇人理你啊！好叻咩？落大雨咪落大雨啦，有得我肺炎，有得我感冒，都唔使你理我啊！怕你肺炎，怕死我都唔开门俾你。喂，可以上甜品啦！共享甜品，唉，时行时换，衣请难送啊！我话俾你听啊，收留你一晚咋，听日一天光咧，你即刻同我拉丝吉佬啊！我几廿岁人，虽然系四靓仔手上，折堕折堕咯。中啦！望咩未见过啊？哼！仲唔快啲过嚟同我吻屎？瞓觉，鬼耍咁做做咩啫？
包剪揼定输赢好冇啊？揸住包剪揼包啊！唔好意思啊，我赢咗，对唔住赶时间。诶、欸，你对个盲妹都几好噶喎、啊！我唔多嘢讲啦，赶时间啦。咁白话啦啊！踢你，揼你两锤，揼翻嚟，我飞。而家啲医学咁发达，你有冇谂过咧？有朝一日咧，你可以医好对眼，睇翻到嘢。有一个权威医生话过，可以做眼角膜移植手术，有50%嘅机会成功。我要呢扎啦，唔该。$200啦，呢扎。多谢。呢个手术咪好贵咯？大概50万啦。我谂住日日勤力啲卖花，总会凑够50万嘅。啊啊啊
救命啦！皮蛋做得冇啊！请你停啊！系咩？冇乜事，我哋听啦，我买咗好多手信俾你呀，我有好多嘢讲俾你听啊。哇！冇乜事。每天都有一双痴情的眼睛在你不察觉的角落里默默地望着你。阿珍，你是我生命中的女神，只求你再看我一眼，救救我这颗即将燃烧枯竭火热的心吧。阿珍，求你不要再折磨我了，可怜我这残缺脆弱的心灵，根本再也经不起一丝一毫打击了。冇错，封信系我写俾佢嘅。但系我系代佢送嘅。我觉得佢同阿珍系郎才女貌，天造地设嘅一对贱人。我喂喂，冇哥啊，边个同我系一啲贱人啊？可以听下，好少句啦。刘秘书，铁将报告出，重赏之下必有用处。系。今聘请金光不坏老师一名，学历不拘，若有成效者赏金100,000元。唔系啊嘛，今日开始，本校长亲自出马，降魔伏妖，传令落去，每日都考试，唔合格嘅开除学籍。校长嚟啦，静音运动开始。
哇，飞鸽传书。紧急救援小组，各单位注意，各单位注意，呢题超难度啊！请问现任港督系边个？妈啊！五十万？点啊？你敢唔敢去试啊？算啦，我怕有命搵就冇命使啫。喂，我可以介绍你学功夫噶，你学识咗功夫之后，咪可以对付佢哋咯。真系嘅？珍珠都冇咁真啊。哦，咁你去边度学啊？去乌龙寺。咁有冇轻功噶？有啊。有冇隔空点穴啊？有啊。有冇葵花宝典啊？有啊。哇！发神经，呢个世界边有武功啊？咁咪有啊嘛！放啦，放啦，放啦！山水啊，山水啊！好热身。阿珍啊，其实我咧，应该点讲咧？其实我唔使今日唔系。我唔想听，武哥道歉啦，道歉真的我是南天汉大丈夫嚟噶嘛，喺我字典里边冇道歉两个字嘅。切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何必单恋一枝花？花花，我单恋一枝花，系啊，真识讲笑啊，我单恋一枝花啊，真啊。我请你睇戏啊！唔去啊！做英雄啊！我等你做熊猫，打！逼住，逼住十分钟啊！逼十分钟，唔好放手啊！知唔知啊？阿珍，如果你拣佢嘅，你就头大冇脑嘅猪物啊！系啦，开头系威系细，原来得个样。哎呀，佢唔系唔敢啊，佢前世系李小龙啊，知唔知啊？终于啊！喂，睇咩睇咩啊？冇嘢睇，冇嘢睇，快走啊，走啊，走啊，冇嘢睇啊，快走啊！话边个啊？小曾，小曾啊！小生，小生，正一冇良心鬼，
伯养咗你咁多日，走都唔出佢声，养只狗啊，走都要吠两声啊！大叔，啊、我带咗个人嚟啊！以为你走咗唔翻嚟添啊？啱啱饮酒庆祝，仲翻嚟做咩啊？你咪嘈住先啦，快啲拜见师傅啊！我哋跟佢一齐上山学功夫、啊。咪发神经啦！呢、這个世界用边有上山练功啊？呃细路仔嘅啫。佢嚟咗啦！阿弥陀佛，我佛慈悲，善哉善哉。咪搞错啊！一个人喺处知饮知食仲唔够，仲要带个和尚嚟？你当我傻佬啊？哼！走啊走啊！呢度冇得施舍啊！走啊！咁贫僧告辞啦噃，走走，好啊，走啦走啦走走。哇哇喂哇，唔系啩？飞咗去边啊？哎呀，点啊？拜唔拜先学艺啊？拜拜。做咩要我三跪九叩咁上嚟啫？咁系表示尊敬。咁啊，嗯，我就算尊敬佢都睇唔到噶。唔系尊敬佢哋，系尊敬我。吓、啊，正呼我？乜、欸、你唔想学功夫啦咩？我、啊、想，尊敬尊敬。乖乖乖，等我拉佢哋门钟啊！叮叮叮！做咩事啊？做咩事啊？呢啲系佢哋嘅门钟声，唔使惊，咁细胆。几得意啊！呢啲就系乱拉佢哋门钟嘅惩罚。你记住以后千祈唔好乱咁拉门钟啊！乜都俾你讲晒啦。师傅，细个请入嚟攞个楼布啊！师傅啊，师傅啊，师傅，师傅啊，师傅，开门啦，师傅，开门，师傅啊，师傅，师傅，做乜嘢啊？点拜拜？吓、啊，夹住我啲手指啊！哦，对唔住喎，边开佢啦，唔系又入灯噶啦！哎呀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你唔收我做徒弟，我就唔起身。边度啊？啱唔啱啊？师傅，成何体统？师傅，哎呀，打嚟啊！入嚟啊！入嚟啊！老衲喺度修行五十几年，好似你哋咁厚面皮嘅，仲系第一次见到啫。讲你啊！讲你啊！是也，命也。不过喺你哋开始修炼之前。我哋要约法三章，第一偷鸡摸狗者、啊、第二欺师灭祖者、啊、说什么、啊、第三心存侥幸者、嗯啊、你们既然明白管子的规矩，那就早些去睡吧。听朝一早日上三竿的时候，你们就要闻鸡起舞。鸡起舞。
听唔听到啊？耶！系佢，系佢，系佢。动作要快。师傅早晨，师傅早晨，师傅早晨。坐。哦。又话文鸡起舞。文鸡。好啦好啦，起舞。Good morning。呢个动作系收小腹噶。This is one。向外望。And two。颈部放松，背部要直，能够伸直腰直。Shoulder back。王菲又快啲做，做啦。大家继续做，记住哦，脚要伸直，脚伸直，腰要挺直。喂，你做咩啊？黄狗射尿啊！而家七把系练功夫嘅最基本动作，我哋赚三个钟头啦！三个钟头慢慢啲啊！挺直条腰，挺唔好喐，唔好定好低啲，大声叫出嚟，叫好啲，出左拳，出右拳，打得好，打得好。打得真系好，啊！上嚟啊！哎呦，使乜你咁蠢嘅存在啊？咁简单嘅动作你做唔到，你死咗佢啦！以头功开始，哦，呀！你的手臂不動了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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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好攰呀、啊！大佬，大佬，喂，大佬，你解咗个热度先得噶，大佬，大佬，喂，喂，喂，哎呀，冇电，冇电，冇电啊！哎呀，好功夫，好功夫。
做咩啫？我话，唔使啊，都唔使咯。动我？一阵去买衫啦，跟住食 buffet 好唔好啊？阿珍，你听我讲啊，我知你真系好嬲我。我做咩要嬲你啊？你又唔系我咩人？我一直都唔敢讲。其实我真系好细胆噶，每次见到你我就好似上次睇住你俾人虾，我都唔敢出声。但系我真系好中意你噶。其实我前一世是李小龙，打人打得太多，所以今世不可以打人。其实你前世是谁跟我没关系的，我最憎啲人哈哈霸霸的，我宁愿你是一个细胆的人。真的吗？你会喜欢细胆的人吗？早点说嘛，全世界都公认我份人是最细胆的了。我由细到大都不敢一个人瞓的，还有啊，一直到15岁，我半夜都唔敢一个人起身去厕所噶。做咩啊？你唔系中意细胆嘅人嘅咩？你哋而家嘅功夫已经略有小成，今日为师就将我最厉害，亦都系武林最高境界嘅催眠大法传授俾你哋。催眠大法咧，等阵我数到十，你哋就会瞓着。一、二、全身放松，四、五、六，瞓得好冧，七、八、九，翻到去前世，翻到前世，你哋已经瞓得好冧，好冧，十。做咩啊，师兄啊！你咪走啊！几多字？跟你抌咗个大声字，你系听嘅，仲走！你哋虽然学艺不精，但系对付嗰啲顽劣嘅学生应该够用噶啦。你哋可以下山啦。唔到师兄同师傅都系性情中人，师傅，师傅，你唔好啊！弟子一得闲就会翻嚟探你噶啦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兄，你唔好伤心，我得闲就会探你。阿哥，你唔好挡住我，你食玻璃大噶，家阵。你讲咩话先？啊！嚟得啲。陈坛坛啦，系咩放得你一阵走啦？走啦！快啲！飞我呢个门啊！你得咩？走啦，快啲走啦，快啲走啦，走啦！烂，点烂？烂，
在啦。边个咁怕死呢？睇个样好似系敲钟佬啊！啊，有料到啊！帮你捉实。第几课呢？一课都未教。正话你同我讲嘢系嘛？系啊。混账！以后同我讲嘢加个蛇字，听到未？讲出嚟。Yes, sir。大声啲。Yes, sir。大声啲。Yes, sir。仲系听唔到。Yes, sir！ 你先落差啊！你呢班人渣败类，同我听住，仲有两个礼拜大考，要两个礼拜内，我会好咁训练你哋，改造你哋，边个条气唔顺嘅，就同我攣。系唔系你条气唔顺？我听到你呼吸声，好似条气唔顺，系咪？再见。你的热度在天光之前自动会解，你今晚就在这里睡。还有哪个条件不信啊？哪个条件不信啊？是不是你不信啊？是不是？不是，不是啊，抵不信啊，救命啊！我现在帮你催眠，我数到十声，你即时要睡着。一二三，全身放松。四五六开始瞓着，七八九翻到前世，你可翻到前世啦！老姐，我身材好正噶，买我中出街。各位同学，佢前世做鸡嘅，听，都忘记你嘅前世，你翻到现代，但系开始好眼瞓，好眼瞓，瞓到好冧啦，瞓到好似猪咁。快啲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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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了迎接你的大好前途，由今天开始，你都要加倍努力，听到未？ Yes, sir. 大声啲！ Yes, sir. 再大声啲！ Yes, sir. 你讲咩啊？一阵间你老豆两生就你仲懒，大声讲出嚟！ Yes, sir.我身上蛋嘛，死啊！在这边要干预事情，上山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啊！啲好似条颈，你都瞓得着嘅。你一嘢大俾睇唔睇住啊！冇啊冇啊！都唔同啦，唔同啦！我另你两嘢睇同唔同啊？都唔同喎、啊，点解？你家中嗰个大俾系佢嘅。
Sir。 啊，放咗咁耐啦，仲翻屋企？我想你帮我催眠，带我翻前世啊。系咩？我系个懦弱嘅人，但我知道我本来唔系咁样嘅。我好相信我前世系李小龙啊！阿 Sir， 你带我翻前世啦。我帮你催眠冇问题，但系万一我带你翻去前世，你发现自己唔系李小龙，又或者真系李小龙，咁咪点呢？啊，翻嚟考虑清楚，真系决定咗啦，再翻嚟搵我啊！嗯？啊？吓、啊！犀利、啊，个个都咁好成绩嘅。哎呀，呢几年真系埋没咗你啦！听日我就向董事会申请奖金，你马上就可以得到呢笔钱噶。唉，唔该晒。早晨，达生，你咁耐冇嚟嘅？我去美国签份合同，啱啱落机啫嘛。买玫瑰花啊？我今日唔买花。我今日嚟系想话俾你听，我决定咗咧，攞50万出嚟等你医翻好对眼。唔得，我点可以用你嘅钱噶？我借俾你嘅咋，你第日有钱要还翻俾我噶。做咩啊？喊啊？咁好消息，有咩好喊咧？答应我，我对眼好翻，我希望第一个见到嘅系你。赖真啊，我请你饮嘢咧，好唔好啊？唔得闲。喂，我请你唱卡拉 OK 啊！你走开啦！一个冇用嘅男人你中意，你生得咁靓，等你衬我呢个冇用啦。好啊，你唔应承嘅，我打佢，打到你肯应承。够胆嘅，同我单对单啊！哼，睇怕你都唔敢啊！哼，你边我个皮啊？哼，你真系牡丹婢女嚟啊！东亚病夫，打佢！阿 Sir， 帮我！你决定啦嘛？嗯。一二三，全身放松。四五，瞓得好啦。七八九。翻到你嘅前世，唔系叫你啊！见过一次，哇！你翻到你嘅前世，前世。啊单对单，嗯。做先生噶，竟然教啲学生喺操场打交。校长，嗰几个嘢实在太过分。你知唔知啊？嗰几个系咩人啊？佢哋系教育局长嘅仔，你就算啊，有100个功都抵唔到呢一个过。我话你听，奖金而家冇得比，书都唔使你教，你翻返去做校工啊！真系估唔到啊！你前世真系李小龙啊！系啊，你知唔知啊？你回到前世嗰时啦，都唔知几迷人啊！真嘅？嗯，诶，同我买张李小龙嘅影碟啊！我仲要买佢嘅海报，我要挂到成间房都系佢。好啊，
如果你呢一世都仲系李小龙嘅，那又几好啦，嗬？系嘛？你唔使执意同我争下真，冇错，你系中国人嘅骄傲，但系你已经死咗，过多廿年有冇人记得你都成问题。阿珍，我系中意你，但系我唔可以俾你破坏我哋噶，啱唔啱啊？就算你系我前世，我都唔可以成世做你影子嘅，或者我冇可能好似你咁威。但我知道，你有你自己嘅世界。嗰啲地色打交嘅人，我系唔会中意嘅。咁李小龙咧？傻瓜，佢只不过系我幻象嚟啫嘛，我点会咁蠢中意个死人呢？你早啲讲啊嘛，仲等我，唉，算数啦。我可唔可以送你翻屋企啊？你知唔知啊？自从我知道我前世系李小龙之后。我已经戒了个细胆的毛病啦，我应该天不怕地不怕男子汉啊！好彩你冇中意细胆的男人啫。正华，救命啊！正一冇胆鬼。你真系咁在乎呢笔奖金咩？你唔好咁唔开心啦，50万啫嘛，50万啫嘛，你有咩？我应住啲人听日攞钱嚟俾佢噶，加一个仙都冇啊！你叫点算啊？我带你去笪地方攞50万咁咪得啦。你咪饮醉酒啊？乱噏。快啲啊！喂，你家下带我去边度攞钱啊？喺入边啊！吓，咁咪即系偷？捉到就叫偷，捉唔到就叫攞。你喺度等我啦。喂，唔好啊！
早晨。八方。系啊。咁早嘅？呢度50，你攞去睇医生啦。小心唔好唔见啊！我有几件事，我先走先吓。八方。小孩子事，希望你唔好难为细路。你同佢有咩关系？我同佢冇关系嘅。其实好似有啲关系，但系又唔系话真正好似亲戚嗰种关系。你好中意佢咩？系啊，或者我同佢有缘分啊。我同佢好多地方好相似嘅，冇父母冇，又冇饭食，成日由你浪荡。求下你哋，唔好拉佢，要拉拉我，我跟你哋翻去坐监。大生，生仔。好多谢你照顾得小生朋友，其实佢都好挂住你嘅。佢系边个嚟噶？点解咁讲嘢嘅？佢系我爸爸，翠珍爸爸。小生离开咗屋企成个几月，其实呢排我哋一直都喺度揾紧佢。好惭愧，完全冇尽到做父亲嘅责任。你好嘢喎，一直都呃我噶，吓吓，呃我。大叔啊，我希望你可以留喺度陪下小生。多谢啦，我唔习惯呢啲生活嘅，外边自由啲。50万我一储够会还俾你，可能要等耐啲。翻去张老板度啊！知啦。先生买花。
攞去啊。唔系乞儿。一人嚟咋？呢个就系啦。你咪话佢又后生又有钱，个样仲好似周润发咁噶，点解系个伯嚟嘅？叶造人，好似你咁出咗系嘛？你仲愿唔愿意收留我啊？又想黐饮黐食啦系嘛？冇错。好，最多个礼拜噶咋？时间一到咧，我即刻拍你翻屋企噶。阿生，小心。唔好喊，乖。好，你朋友，